大家好，我是富邦文教基金会的陈矮玲。过去这一年对大家相信都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我的家人也经历一个无法想象的一年。因为我们去年五月的时候，本来我儿子要在 MBA 美国毕业的，那么我的女儿也要在美国结婚，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原来设想好的这些计划都全部打乱了。不过很高兴的就是我们还在一起，我们在三月底的时候把女婿跟在美国念书的儿子都从美国接回来，那么从那个时候我们都在家里彼此相守，虽然还是有一点遗憾，没有办法照着原先的计划举行婚礼跟毕业典礼，但是毕竟我们是安全的虽然也小小的遗憾，女婿必须就跟在美国的家人分开来，那同时也有很多我们的亲戚朋友因为疫情的关系也都不能够互相往来，甚至一相隔到现在一整年了都没有办法见面，所以我相信有更多世界上各地各个角落的人跟我们一样，甚至更辛苦，必须忍受别离，甚至是生离跟死别。因此在这个难得的机会，岁末年初的机会，我们更珍惜，更晓得要面对未来的挑战是一定要有更好的准备，就像师父所讲的，面对生活要有最好的准备，但是也要有最坏的打算。不过只要有一口气，那就是有无限的希望跟有最大的财富。那同样的，我也觉得师父的提醒在这个时候非常非常重要，因为面对无知的未来，我们一定是充满了惶恐，但是与其担心呢，如果我们做好了打算，我们就应该怀抱着祝福。在这此时此刻，我就要祝福所有的人，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平安，我们互相关心，互相支持。八股山除夕撞钟108 for all， 为世界祈福。